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第二点钟新农播客站。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啊。欢迎咱所有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由阮小阿波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来服务主持。您若住在使用上的问题，这部方面的工作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老师来第二小时讨论咱听友迄个问题。都家公告这个金蕉用玉米树哈，所以这通常这个倍数呢，咱咧用吼，大概就是讲800到1000倍啦吼，所以那是1000倍，大概就是这个500cc 用500立贝几的这个水吼，所以呢，基本上安尼咧用吼，这通常哈，我个人是感觉讲安尼咧用的已经还不错啊，然后所以基本上呢有这款呢。一个这个情形伫咧吼，所以这个倒是吼，倒是这个会当好好呢来甲伊试看卖者安尼吼，你甲伊经验看卖啊者，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这内底吼，我保证的吼，咱真侪好朋友拢会担心讲啊，唔知诶，这个药袂安尼吼无啦吼，你放心哦。这个部分呢，大概都是相当的一个这个好势吼。所以很放心哦，很放心呢。你也当安尼来改，即个做即个即个处理哈。即、这里面哈、都没有任何人这种人工合成哈、人工合成的即个即个物件伫伊内底哈，即、这个非常的安全哈、你也当真放心哈、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伫即个 BM 菌哈、BM 菌咱咧用大概就是讲。1公斤4分地，你那是讲罐头安尼吼，滴金蕉啦吼，1公斤4分地。仔的时阵吼，迄阵是愈细长用，伊的效果是愈好。你等到较大长，伊可能效果就差真济啦吼。就讲、是，咱相对的一个即、這个比较安尼吼，就会差很多。所以那些晒你就是讲，改做较好势的安尼吼。就简单讲就是讲，安怎叫做做较好势的吼？就讲、是。较早用的啦，哈呢，较早用吼，愈细长的时阵咱你当较早来改即个做一即个处理吼，即、这个通常呢效果上吼，效果上呢都会当真感觉会当还不错安尼吼，所以呢，即底家伙好朋友吼，小做一即了解吼。另外一个就是讲你的应用吼，有当时啊是安尼吼，就讲、是、除了咱拄则讲的。1公斤用4分地以外，吼，你咪当用，比如讲仔啊细长的时阵，吼，咱都要种，吼，人工有这个机会，你要去种金蕉，吼，要去去新种，要做这个新的这这这部分的去时阵，吼，你也当搁甲用，吼，用啥物件，吼，用这个。200倍吼，用较重是吧？200到300倍，因为伊做安全的吼，用较重，咱直接就甲伊接种，就是讲要甲伊。一下就要甲伊接好落安尼啦吼，所以也效果的伫即下加吼，所以即个效果上还不错吼，所以你直接安尼甲用用落了伊主人吼，伊就较容易就是讲做愈细长吼，像咱咧注意方向就是讲愈一定爱炸吼，即下上班效果都无讲介好，是不是安尼吼？所以爱即个扎紧吼，即个目的是伫即下加吼所以即里加当好朋友呢，小做姐姐了解吼，就是讲大概咱咧用的时阵。很重要的一点吼，很重要的一点呢，咱就是爱早来改这个做一个这个处理吼，较早来改用一下安尼吼。啊，即马个用落了这个有呢，都有需要，伊都有一个三型，因为这种是一个内生型的，一个这个有嘛吼，就是讲三型这个控型三型这个控型，伊主人的话都改抵抗一寡这个病害吼，包括甚至对这个香蕉黄叶病吼，做侪人讲。够好安尼啦吼，即有用甲无用是有差吼，就是讲伊生长势较强，伊可能对即个黄叶病的即个抗性会好很多安尼吼，所以基本上呢，即一定是有迄个差异啦吼，就是讲迄个差异化。还没明显哦，很明显呢，可以看得出来哦。只是讲，要教咱讲有效一种情形哦，我个人是还没有很满意啦吼，就是讲，要不我都是安尼吼，所以这个朋友呢，小做一下这个了解吼，就是讲，大概咱是安尼来改这个做处理吼，所以这底只你也当小知影一下呢吼，好，来
老师来看一下哈，听友的问题。这个先来看哈，看这个古之源，古之源就讲伊的这小王怪仔啊哈，为什么会安尼？拜拜。因为这种吼，甲会安尼黄高黄高，有可能是这个培养土吼。第一就是讲，你这培养土是是家己调的还是安怎吼？因为我感觉这个土呢不是很正常吼，就是讲一般我咧用的这有一点无同款。伊你这有可能是这个土呢是较偏这种，因为这种黄色吼，真有可能就是讲这个。pH 的迄个条件唔对啦，吼一般仔啊是唔免真济即个培分吼，所以有可能是伫较碱性的一个即个环境内底，所以伊白心，然后迄个那从有诶所在个会留啊，用要臭打点即种诶即个情形伫咧吼，所以即真有可能是即个培养土诶即个问题吼，所以你清水加按两遍啦吼，然后即、這个。后面吼，后面你先甲伊喷一遍，这种上简单的吼，你就是摕这个咱有一个荷兰的迄个高钙镁吼，嘿，那个也不大包啊吼，细包，你摕这种吼，你甲伊用吼，大概2000倍足薄的安尼做水安尼，甲伊喷一遍过，看伊安怎吼，较过来拍算吼，因为我唔知道你这个。培养土的这个 pH 值是安怎？因为这种个看起来吼，基本上咱大概当去看到的差不多吼，差不多是这款情形伫咧啦。吼，就讲什么叫做这款情形 pH 值无啥正常安尼吼，这简单讲起来，所以这是我的猜测啦吼，因为有当时啊真济。咱看到伊出来是一个表征嘛，就讲这个物件伊是一个。表现对吧？表现出来，是缺氮哦。哦，比如讲，伊个子叶出来的已经有可能是这个缺氮哈。就讲伊迄个培分无啥够，但是一般来讲，叶啊缺氮的这个情形，伫子叶这个情形之下不太容易出现。哦，所以一般子叶反这通常是含伊个生长的这个环境有关，就是咱咧讲的哈。比如讲培养土啊，有诶朋友讲是安怎有诶。有诶，就好好啊；有诶，就即个吼，种无真焦，但是普遍拢有安尼吼，有可能伊个土壳无讲真好势吼，所以是即款诶，即个经营的机会比较大啊。所以你先后面先甲布者，即个是伊诶即个算，咱来用即种高钙镁，因为即种物件落去吼，伊通常伊有一个缓冲诶一个。以及种培分吼，有一个缓冲能力，然后就是讲，伊会当，因为这调配内底有去牵涉到伊的一个这种水溶液缓冲的一个吼，所以，伊安尼用落了呢，通常就会好迄个，因为 pH 值所造成的一个问题呢，会得到短暂的缓解，吼，唔是怎解决啦，吼，无遐好用啦，吼，是短暂，吼。啊，若是安尼，咱就知讲，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嘿，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啦，吼。所以呢，这伫只会当互咱好朋友呢，小知影者就是讲，咱先治标，但是要真正知影这個问题，吼，要真正知影这个。要真正知影这個问题的时阵，上界重要的这所在，吼，上界重要这所在，就是讲一定爱为要来个解决，为这個土，就讲是不是土的问题安尼，爱确认啦，那确认是土的问题，咱就知影讲边拢去来个这做处理，就是讲后边呢，我该布置尽量可以这个生长会当较正常小块，安尼应该得。都无啥要紧啊，吼，所以这应该是这个培养土呢，状况可能是比较比较大，吼，所以你也当用这个药来做处理，吼，做后面小喷者，有诶讲我那个染一点啊玉米素较要紧，吼，这染玉米素的效果应该会更好一点点，所以你也当用这个玉米素，吼。染2000倍，一个1500到2000倍，先用2000，那是状况有较好，你也当用个1500倍。好，这等你较大长，会当用个1000倍，哦，安尼个喷嘞，哈，而且通常表现上呢就会好很多，哈，这有当时啊是有这款嘞一个好处，哈，一个好个啦，哈，我们就讲，你也当安尼来改这做处理，哈，所以这里家伙咱注意的，像朋友呢，你也当小了解者，哈，大致上是这款嘞这情形，提供我哋做参考，哈。
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来看一下哈、哦，许呢，他问的问题是灰雁品种的南瓜，伫个种作的时阵爱注意什么代志？譬如讲吼，即个栽培管理啦，白糖害的代志。即有当时啊，即种物件吼，讲真诶吼，真侪好朋友们讲啊，啥物品种吼啊，变怎去做吼？即那毋是讲对即个物件呢，非常诶一个了解吼啊，可能阿伯啊嘛是拢爱去查看买下者啦吼，因为呢，即真侪吼，真侪有一个有呢。算市面上吼，这些品种其实还蛮多的啦吼，所以有些即个品种吼，即个品种呢，都有一点嘛，即无啥共款啦呢吼。但是咱听讲朋友写的即个灰燕吼，即个品种，尤其伊是写燕子的即个燕吼，就是讲燕啊吼，燕啊即个燕吼，但是我的印象里面吼，我的印象内底吼。不是这个品种，因为燕子的燕跟大雁的燕是不同款的，所以我知道是大雁的燕，就是说有一个品种叫做灰燕，这是大雁的燕，这是大雁的燕，所以这通常是有比较不同款的一个所在，所以是不是这个品种，所以这很难跟你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答啦。一般来讲，吼，那总共这个是灰大雁的迄个雁来看，吼，这通常这是一个较耐热的一个品种，这是中国南瓜系，吼，中国南瓜系，伊是一个真，反正伊中国南瓜系，吼，通常都、就是伊迄顶真粗啦，吼，所以呢，这个生长势啊，相当的一个悬，吼，所以应该是这款的这情形啊，一般。啊，是中国南瓜吼，我是就我所知影的回答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爱你爱去确认一下，因为差一个字差很多吼，所以呢可能是安尼，所以你是这个燕子的燕，还是这种大雁的雁吼，所以呢这个不太一样吼，这两个呢应该是有一个较无同款的切切所在啦吼，所以可能是有一点啊差别吼，所以。生活朋友呢，少了解点。因为这种是这个中国南瓜系吼，这种那是安尼在做的时阵吼，可能就较需要吼，就讲它是一个比较这个较耐热的热人的这个品种，所以这是中国南瓜系吼，所以耐热吼，所以对抗病性嘛较有啦吼，但是这种拢是惊病毒吼，所以咱通常就是混杀来少注意一下，病虫害内底这广告应该是混杀吼，过来就是。到要成熟迄个时阵吼，到要成熟迄个时阵呢，伊这种果吼，较无啥物，较无像即个阿成迄种吼，会被顶到安尼吼，伊这含阿哥迄种较类似吼，所以这真顶白，所以这部分来看起来大概是要个，因为皮衫是有一点啊绿色，所以果实型是较无差，但是伊就是足惊这种，足惊即个。营业粉丝吼，伊对这个病毒吼，虽然你是一个这种对环境的一个耐性吼，应该是真大吼，所以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即马种吼，应该初期可能爱注意吼，伊较惊寒小寡，伊是较耐热吼，所以你若是伫即阵啊要种初期的时阵，应该会要注意那个伤过头冷的一个问题伫咧吼，所以这点呢，咱好朋友呢，当稍来改这注意着，就讲你咧种的时阵，可能是爱注意这个吼，算卖伤过头，卖伤过头这个简单讲就是讲不能太冷啦吼，伤寒伊冻袂掉。所以摘的时阵你要注意，摘的时阵虽然伊相当的一个对恶劣环境有一个抗性，但是呢一般来讲吼，可能你嘛是爱注意伊的一个即个问题滴咧吼，所以这滴只好朋友吼，小做一个了解吼，这个品种伫对呢，伫即个苗栗吼，苗栗因有去改上吼，所以我咧讲的是即个大雁吼。燕啊，不是燕啊，吼，是雁吼，是大雁哦，这个变哪讲？我知道，燕家的燕吧？哦，不是燕啊，迄个燕子，迄个吼是雁吼，咱讲的是迄个吼啊，这个
大雁哈，这种所以灰雁哈是这个，不是鹰啊，就对了哈。反正是这个，我咧讲的是这个品种哈啊，所以可能就可能应该是有，因为我唔知影有这个叫啦哈啊，所以你知是讲，和你小摘者安尼啊，大概当做反正做个参考哈啊。底下当和朋友呢小了解点哈，这有当下这种南瓜哈，这种南瓜你爱知影哈这。也生长势其实也蛮高的啦齁，所以有时啊齁这正经的料呢齁，所以这尤其像这种中国南瓜系这种东西齁阿行啦齁阿哥啦阿峰啦齁，这种行动是都相当的一个好齁，所以但是就说它这种是比较熟这个车轮啊龟这种齁，但是它不是西洋南瓜齁，它是中国南瓜有黏的齁，那个能很明显齁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呢稍注意一下，栽培里面齁那是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要做这个爱经典嘛齁经典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这个齁、那個算在栽培上齁，咱在栽培上呢稍注意一下，就是讲甲当心齁，甲当心齁为什么要当心齁，当心就是讲因为伊的生长势伤过头强齁，所以我若是甲伊当心啦齁，就是讲我有小可甲伊当心了呢伊的一个生长势呢就会得到一定的控制，咱就是留这个甲硬齁，这有的人是无当心，就是讲甲留起留一条无停边啊，过来个老吼，啊，伊个老差不多五六百这所在吼，伊即马行一地啊，变讲我先，即种变讲起哩，啊，差不多七百吼，有个人是五百，有个人七百，啊，老起来了，我个当心吼，七百吼，咱假设是七百啦吼，阮是拢老，阮是拢五百的当心吼，啊，你啊七百甲当落时阵，伊就是只两三四五，有当时啊五条顶出来，啊，五条顶出来，你就伤济，你就老。错，就是为张卡这只只留两条，留两条较用的只吼，留两条出来，啊，这两条开始吼去做这个结果枝吼，啊，即马那是，伊即马过来伊是，咱留迄两条是子蔓嘛，过来是孙蔓吼，孙蔓伊就会结果吼，啊，留结果的时阵，伊刚一出来，孙蔓出来的一叶吼，一果摘心，一叶一果摘心吼，那有这种啊那是。那是迄个刚一出来未生，未生就甲念掉安尼吼，这样的是，啊，所以你那是让。五片叶啊时阵，你就甲断落吼。就讲伊五百个时阵，你甲断心，断心留两条，安尼你唔免阁拍硬吼。啊，你若是七百，你甲断落，你留个七百甲断的时阵，通常爱拍硬吼。就是讲你有可能断落，因为你留七百嘛吼，七百下骹可能有四条。伊阵若是天气足拄好，还是你个肥水足够，有可能一届憋四条钢硬。啊，四条钢衣你甲留落是无效的，因为你着计是留两条，上济三条，三条也无一定比两条较好安尼吼，所以多数咱就是讲爱稍注意这款的一个差别啦吼，所以基本上咱伫这个栽培上吼，就是讲注意这个爱做一个当心的一个栽培吼，所以这种呢多数就是讲咱。尽量是安尼，安尼是较早种吼，你也较早种，迄阵冷，咱讲这种瓜啊，这种中国南瓜惊寒对吧？啊，中国南瓜惊寒，所以你那是早种，你得母蔓吼，你得卖担心，你得甲留，留起码刚印出来的留一条到两条，啊，无定嘛，有搁留一条到两条，安尼就加三条，这样够了。啊，剩的若刚印出来。伫即个许咯，佮出来讲义吼，无定佮出来讲义，咱就甲拍掉。啊，但是即马来开始的结果嘛，吼，就是讲伊然后捞出来，啊，有讲义出来有花，吼，有果，啊，咱就甲捞，啊，就甲迄个草芽摘心，吼，啊，那是即个讲义出来无，啊，就甲拍掉安尼吼。啊，这通常是有即款的这经营。啊，一般来讲，即个中国南瓜大概。你甲算啦吼，伊适合结果的这个部位的是18以后了吼，18结位以后吼，安尼啊，所以通常是安怎吼，就是讲，18你甲算吼，就是讲，咱头啊是毋是七百的已经当心嘛，所以佮差不多佮正十八的时阵，伊就开始会当老鬼啊，迄阵起来这个形呢，其实是还不错啊，即马老佮可以鬼佮老鬼掉啊吼，佮他十几岁吼，这反正迄拢着肌肉啊，这无通算甲遐尼准啊，你着按照你的需要佮改当心安尼吼，所以一般是一条顶。老两条吼，因为这还蛮大的吼，这个品种的一个粒头其实也不小吼，所以
你应该是袂歹老伤济啦，就是讲，因为拢公斤瓜，逐粒拢公斤瓜吼，所以捞一条顶捞两粒，一丛万四粒，四粒安尼就几公斤啊，要到五公斤啊，有台有诶可能五公斤超过吼，那是有诶头爱到1.6、1.8。七公斤瓜，一丛就生七公斤瓜的一个瓜啊，吼，所以这伤济也无啥好啦，吼，当然，啊，当然你也是做啊惊足惊重的安尼吼，有个人的种法是无同款，就是讲伊长工的啦吼，就是讲长工要给伊这个足惊重的吼，啊，足惊重要创啥？足惊重伊即马开始咧生的时阵吼，伊就是给伊调足济啦，吼，就是讲又知又你又知又甲调偌济，我就给你调，吼，啊，比如讲。啊，咱讲这个品种吼，一出来时阵是不是公斤瓜对不吼？大概就是伫这个1.5公斤到1.8呢，吼，差不多无一定的，这算中型果吼，讲到头拢公斤瓜。但是呢，我那个捞落了，捞足侪粒的时阵吼，伊会变安怎？伊会变迄、那个许吼瓜啊，变做较无遐大条，对不？啊，较无遐大条有啥物好处？哦，较无遐大条就讲芝麻较好卖啦，唔免切啦。我以前嘛讲小家庭吼，你若看到迄粒遐大粒，伊就感觉头壳戆戆吼。唔是讲迄个钱咱开未起啊，有时啊就是讲买顿，即一顿吼食未完两顿呢，啊，坑底啊惊叫歹去啊，是安怎？除非足济人，啊无一般是用无遐济，所以的迄个购买的欲望就会比较低啦。吼，所以呢，啊，咱那些菜呢，通常就是讲啊，会当安尼来家己做起来，即个啊，有个人点讲较精安尼吼，安尼起来呢。伊就会当变做较细粒吼，虽然是中国，但是可以捞足济吼。啊，这当然有一点点嘛技巧啦吼，这嘛不是遐简单安尼吼。我是感觉安尼种也还不错吼，就讲伊安尼种出来有即个好处，就是讲啊，伊个果啊吼，拢较细粒啊，较细粒吼，因为本来就中果，结果变小果啊，安尼够要紧不要紧吼。啊，伊起来呢嘛足好卖安尼吼，只要若好食就好啊吼，所以啊有即款呢一个差别安尼吼，所以这里只好朋友呢啊小了解者安尼啦吼，就讲大概咱伫即个啊栽培即个过程当中吼，是有需要是安尼一个啊做整理吼，所以啊病害吼倒是较简单啦吼，就是讲你啊早前注意白粉病吼。啊，其他伊个即个控病性真好吼，所以应该是无足大一个困难较对吼，即个品种啊，也算是还可以的啦吼，所以大致上呢也很不错啊。即个瓜啊吼，即个品种吼，伫即个大陆吼，其实我讲的是即个灰燕吼，即个大雁的雁蓝吼。这个品种呢，伫大陆呢，其实广东啊足爱吼，广东人其实很爱吼。我感觉台湾足可惜的吼，就是讲，诶，广东因种出来迄种南瓜呢，种啊哩哩啦啦吼，伫这个深圳吼，伫这个许呢，都已经卖甲足好势安尼吼，卖甲下下叫吼，因为口感真的还可以吼，较无遐水吼，所以所以因底下做了袂歹哦，也是真的做得很不错。是安怎咱台湾这物件都无法度卖过吼，我就觉得很奇怪。咱唔是讲要卖去深圳，咱无卖去深圳，无咱嘛伫香港还没往都安尼啦吼。这有时候就觉得有点可惜啊，这真可惜安尼吼。所以这个品种吼，应该是还足侪人吼，伫中国大陆种这个品种是赚钱的吼，真赚钱吼，非常的赚钱啊。因的种法就是阿伯啊，敢讲的这种的一个种法安尼吼，这个最主要吼是这款的这经营，啊因这种东西都会做什么？应该取一个名字吼，应该做奶油，因为食起来那绵绵吼，做成整个绵绵一种感觉，所以因讲叫做奶油黄瓜，奶油南瓜吼。所以有这款的一个有呢，有这种较无同款吼，比较不一样的这种一个有呢，是种植的物件吼，所以大致上是安尼在经营，和朋友呢小做一个参考吼。好，那就当时是伫咱咧种植的这个过程内底吼。
有些比如说像金瓜、你就要大概给分、为是分管理什么品种、先问看说它是什么品种，它是中国南瓜还是这个西洋南瓜、西洋南瓜有西洋南瓜的种法，中国南瓜有中国南瓜的种法、很多人会怀疑说敢会这样、你可以去怀疑他，你买当用你不赶快的解禁话，只是讲你若无了解的时阵啊，这阿伯也算跟你讲的，这算初学者的一个做法呢。安尼吼，通常咱也照安尼做吼，这个立于不败之地哈、立于不败之地哈、这个看起来哈、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所以呢，最主要是咱要表达的是安尼吼，所以我相信咱真侪好朋友有可能会做较比阿婆较好，但是我甲你讲的这种方法，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讲你若是照那种大概都很容易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效果哈、基本上是安尼这個情形，好朋友小做一下了解哈。好，来6338601，这是咱现场的扣音专线，底下呢欢迎咱雄亲吼多加利用，我们来接通电话哈，司令，喂，司令你好，喂，哦，你好你好，喂，等一下哈，我关瓦斯一下，好，关瓦斯，好了，旁来租房的话，我想请问你哈，明天要交肥料哈，我厝的哈，有迄。老师，你听清楚哦，有迄硝酸钾，啊个俄罗斯的硝酸钙，啊个硫酸，嘿，安尼我在想说这样子，它那个氮钾钙，这样子假如说是都有了，老师那安尼敢够爱，这样子可以吗？还是说因为过年到啊吼，要请。被他卡没？还是说必须要去，就是说要需要去那个台北买那个那一包那个台北一号那个鸡绒肥那个26/10的来取代尿素吗？嘿，好，谢谢老师，好，再见，拜拜，好，哎，这里、个、台肥在26号哈、哦，这嘿。这个26/10台肥一号的这个水溶肥了哈，这种物件其实，你注意个看伊的这个成分哈、这个成分呢，有当时啊吼，咱甲好朋友讲这个肥料哈、这个表面上哈、咱下的 NPK 哈、氮磷钾钙镁这种的这物件，这物件甲伊写伫这个地下底哈。拢唔是写假吼，当然你会当讲，迄有可能写假，迄作者拢掠去拍下床啊吼，前一波有作者人拢掉钱吼，即、這个即马吼，即可能政府较无钱的款，所以对即个肥料管理呢，就给他稍微给他催落吼，所以稍微有一点失误吼，大概我甲看看吼，全台湾大经的吼。差不多拢掉钱，全部大件的拢掉钱，很厉害吼。这干嘛？啊，为什么啊？因为肥料本来就是讲伫这使用上啊，是讲有一定有作者吼，伫这个法令，咱的法令的规定吼，其实也还蛮严谨的吼。所以像台肥吼，以及这种物件，它也不会去写假的啦吼，因为对也无啥物款的一个好处安尼吼。所以你像这个台肥一号吼，台肥一号啊，伊即内底伊即个，咱即马讲的水溶的吼，唔是迄种特异大剂吼，水溶的等于迄个水肥即种的脂溶肥即款的这物件吼。即个物件来讲吼，这就是讲咱好爱知影到伊即个全氮26%，内底氨肽氮2%，剩咧无写。那硝酸肽氮伊爱写硝酸肽氮吼。为什么伊无写哦？虽然大概就知道哦，因为尿素肽唔免写，你唔免讲我是即个尿素肽哦，所以无唔免即个表述哦，所以你甲加加减减扣一扣，所以即内底其实是虾米哦？其实就是尿素哦，伊即有尿素哦，所以应该就没有太大问题。所以你既然那是要用，你用尿素你。大概就可以这样去做一个之类哈，所以基本上呢，咱伫这种肥料在比例上诶，这个调整的时阵，比如讲你硝酸钾哈，硝酸钾当然你也是用硝酸钾去染硝酸钙哈，这个部分呢，伊诶一个之类哈，你也安尼甲染起来哈。
在比例上，伊个氮肥的比例呢会稍微低一点点，因为有钾跟钙嘛，所以平均的这个啊比例上，在氮肥比例上会稍微低一些些哦。有这种的这个啊，这个情形，但所以你也要增加伊个这个肥料的量，比如讲我要把氮再拉高一点点，我是建议讲你当啊，不见得要用尿素哈，因为寒人你用尿素是无足大的这个意义，你当用这个安泰氮哈，就是讲硫胺哈，就讲用硫胺啊，硫胺伊个氮无介管，但是它就是纯的氮，啊就比伊个氮稍微拉高，其实也不见得要加尿素，啊你也加尿素，你随敲爱随用，无这种物件会结块。哦，尿素跟因为尿素的稀释嘛，吼啊，稀释的时阵呢，有当时啊含这個硝酸盐类吼，做伙的时阵呢，也较容易结晶，吼，就讲也粘起来，吼，这种有这个过滤啦，吼，所以有当时啊，咱可能吼，可能呢。有这款呢，这个问题伫咧吼，所以这伫只必须要先甲好朋友先讲者吼，当然伊加落了，伊就有可能呢，就会比较容易结块吼，所以这个问题吼，这个问题就会稍微有一只的这个问题吼，所以可能爱稍注意点吼，所以这通常是有这款呢，这个情形吼，所以。伫咱咧应用的时阵吼，可能伫这个部分会当稍注意者吼。啊，但是你也是讲是做水溶的吼，比如讲我买羊大水底啊，我就所讲羊类吼啊，这个硝酸钾吼、硝酸钙啊，甲用一点嘛，这无啥要紧吼，这无啥要紧。但是就是讲，迄个整体的这个尿素吼，就所这量卖伤管理就属于。在土壤里面也是它会有一点点吸热了哈，实际上是有这款的这情形的，所以会有一点点这种吸热的作用哈，所以也是低温较低的时阵，土壤的这微生物要去分解它哈，那个速度就会比较慢哈，所以这就属于的会流啊较慢小块，这個、速度了哈，就会稍微有一点点这个较慢一点安尼哈，但是就是讲。尿素作些一个这个好处吼，尿素有很多的这个好处，就是讲，伊是这个纯度足高的吼，就是讲伊运搬啥物吼，伊，比如讲咱讲氮得啊吼，以氮来讲，比如讲这个尿素吼，尿素是46%吼，啊，够一个硝酸铵吼，这个物件会当做炸药，所以伫中国大陆呢，这种物件吼，买这种物件，就是代表你买。这个很严重，所以这硝酸铵在中国大陆很难买。硝酸铵这纯粹的这氮素是35%，硝酸铵很多人是拿来做这个脂溶肥的这个配方也可以，因为有硝态氮，还有安态氮，所以很方便的。啊，還有一个是氯化铵，中国大陆用很多，咱台湾很少人用的这有26%的氮。还有一个硝硫铵吼，就是讲伊硝酸钛个好迄个吼铵态氮，还有一点点啊硫酸根呐吼，所以这些物件较复杂吼，这个大概26%，这咱嘛足少用到吼，这些物件嘛真罕伊伫市面上看。咱用上侪是啥物硫酸铵、硫胺吼、硫胺吼，这硫酸铵吼，所以21%的氮素。啊，像这个硝酸钙吼，硝酸钙含这个硝酸铵差不多，只是讲伊多了一个钙，所以。伊毛21%的氮，所以你一包的一个平平10公斤，咱即马讲的这个氮就是纯氮吼，就讲咱容易解算做伊的这个氮素。你硝酸钾内底吼，伊的一个氮呢就只有14，所以你那是硝酸钾含硝酸钙，吼，硝酸钾含硝酸钙呢，因为硝酸钙吼，咱市面上看到大概都是硝酸铵钙吼，因为。咱咧是硝酸钙吼，这两项含做伙的时阵，大概这个1:1的一个混合，差不多伫18的氮，就是讲伊含量18吼，但是呢，钾大概就在14，然后钙呢大概也是在18，安尼起来呢，袂伤过头含，但是有个人会认为讲这个氮安尼无够，所以会可以再加点这个东西哈，加点这个尿素哈，所以通常是这款呢这情形的哈，所以这里家伙和朋友呢，还当小了解者就是讲其实在这个冷的这种天气里面哈。应该是当小注意者哈，就是讲。
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咱对于这个肥料吼本身，那有稍去改做一个这个认识吼，啊，这起来有真大的一个影响吼。但是是讲，伫咧应用的时阵，然后咧应用的时阵，你一定爱稍注意着。有当时啊，你也是去染这个有呢，啊，含硝酸、硝酸钛氮去甲染做伙吼，伊通常都较容易的这个结块吼，有这款的这个情形伫咧吼，所以。啊，咧用呢，可能爱少注意者吼、哦。大概你也是水用不要紧，但是你啊淋淋的甲坑咧呢，啊，有可能吼，那、哦啊、很有可能呢，就会变成吼、哦，啊，有可能的变做的你啊较顶淡薄安尼吼，所以啊，这里加好你少做些参考吼、哦，这要用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哦，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来，我再接一通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嘿，我是陈先生，我礼拜五有请教一些问题，我想要再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我切完是从切口的地方整颗烂掉，不是那个切下来的东西烂掉？你是说那个切花笋还是？我拜过我们。我知，还是骨头菜部分。切花笋呢？切花笋，好。先生。啊，切掉了是不是来去散一寡灰灰还是石灰氧化氧化钙还是氢氧化钙迄类的，伊会较袂烂是啥？伊若买转农药啊，若买转农药啊，呢是不是去散一寡伊会较袂烂？就是切掉了伊切口的位切口的所在规丛拢总烂掉呢？好，好，那你听收音机哈，好，好，谢。来，这咱就以好朋友的这问题哈，那个确实啊，我感觉因为我都要问你啊，伊就甲咱回答，伊可能啊对咱啊节目呢就了解哈，这阿伯阿妈就想要问讲，啊你敢会当用农药哈？就讲伊无爱用农药，无爱用农药，咱当然。伫这个许咧应用的时阵吼，就是讲，会当用一寡较碱性的这物件恢复吼，是一个好方法吼。恢复的一个这个这个目的是虾米款吼？简单讲啦吼，就是讲咱用这个恢复的时阵吼，有一个好处吼，虾米款的好处？就讲它第一它碱性，第二恢复足清气吼。这恢复是一个咱简单讲就是讲伊足清气的这个物件嘛吼。啊，所以为什么讲伊足清气？因为叫血拢烧过了吼。一般那是讲咱的一个这个有呢，就该哪有，伊都无啥物菌啦吼，无啥物杂菌吼，啊，因为呢，它又是碱性，所以你去甲伊啊挤出来时阵呢，这個、效果呢绝对是足好诶吼，所以如果啦吼，如果你那是无嫌麻烦吼，我是感觉讲。你真的可以这样子去做哈啊，迄个要较费气消化，但是我相信应该的愿意呢，不爱做这种用农药的一个栽培方式哈啊，这个部分呢，你得当安尼来用哈啊，其实啊，除了讲用恢复以外，然后咱咧用的哈，但我个人呐哈。那我个人，我会建议讲用啥物物件，我会建议讲你去甲喷一撮啦，类似像即个抗生素、即、這个四环霉素啦、链霉素之类的这些物件，但是呢，甚至咱听种朋友连这种物件伊嘛无爱去改用吼、哦。我感觉讲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尤其阿伯非常尊重这种人吼、哦，就是讲人有一个即个原则、即、這个坚持吼、哦、就是讲我感觉讲我都会当安尼做，我都无爱吼、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这是家被需要咱好朋友呢就做一下了解吼、哦，就是讲实际上啦吼，真的是有必要，就是讲咱那是讲会当不去有其他较好的这方法吼、哦，就是讲我都不爱用吼、哦、这的一个选择吼、哦，所以千万吼、哦，咱那是去做这种选择的时阵吼唔通讲笑吼、哦，你就讲安尼敢会做袂起来？哎，那讲无要紧，有法度忍受安尼就好啊，因为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吼、哦，就是讲。
确实啦吼，咧做这工课时阵，真正是有真大诶一个难处伫咧吼。那为什么我们说它会有很大的难处？伊上大，这难处是出伫虾米所在？就是讲，迄是一个所有的这些农药都是一个工具，然后就是讲，咱若好好啊甲用诶时阵吼，其实也还蛮方便的。啊，问题是讲，任何一项即个好用诶即个物件吼，一定就是安怎？就是讲，一定有伊存在的一个。这个副作用嘛，吼，所以这咱常常伫节目内底呢，你甲好朋友讲的一个所在，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这伫家伙好朋友呢，大家当小知影者吼，所以这大致上呢，是这个意思吼，我想要表达吼，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当用恢复这个没有问题的吼，而且如果你那是甲用这个恢复来甲伊做一个处理的时阵呢，我个人认为呢，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哈，就是讲真简单安尼哈。或许你也是用这个硫酸盐类，好，变讲硫酸铜，哈，记录也这物件呢，其实伊的效果嘛，真好啦，吼，就讲氢氧化铜、硫酸铜这东西会当去选择的一种这个方式安尼，吼，只是讲看你是要用唔用安尼呢，吼，这个都是一个好方法，吼，所以。这是在这里给你小做一个参考吼，你看安怎用吼，就是讲，我们选择吼，咱选择一个正确的这个方向安尼吼，来改这做处理，我相信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吼，所以你也当安尼来改这个处理的这长头啊，就是讲有当时咱采收的时阵吼，是不是？尽量会当闪过迄个落雨天啦吼，这个就是叫尽量而已吼，这毋是阿婆讲一定，因为你若是该采收，你有时阿婆采收，你嘛是很难吼，所以若是讲会当尽量会当闪过即个歹天，我相信呢，这应该是有即个机会伫咧吼，就讲会即个病害发生的这个情形会减真济安尼吼。大体上是安尼，这情形，这伫只吼好朋友吼，小做一切了解了吼。为我讲有个啥物较好的方法吼，我想会对，差不多是安尼吼，就大概你也是安尼来用的时阵吼，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吼。这个最主要不想要表达的是伫这个所在吼，所以这伫只吼你小做一切了解吼，所以。大致上是按的处理方法，这没有太大的问题哈。好，来63386601，老师开拓哦，冷冻，咱大科问讲吼，伊个番薯叶啊变黄，啊改乌起来呢？发现讲伊迄个吼，伊迄个茎的部分呢，拢吼会变乌，而且呢是中空状，这到底是病毒还是病害？因为听起来哈，因为番薯，反正这个问题哈。咱看得到的这个情形呢，爱稍知影到吼，因为对于这种根茎类的这个作物，当下咱表现吼，在地表上的这个问题呢，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因为伊是一个无性繁殖嘛吼，所以土卡面你看到吼，大概会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有的讲像这种病毒病的这情形的咧，但是呢，这个病毒拢上较容易去看到，因为伫横林吼，那是番薯的这个病毒去感染的时阵，伊个叶啊拢会有安尼黄，然后有迄个较无均匀吼，QQQ 吼，然后会有一个一般来讲啦吼，就是讲迄个色水呢。多数拢会有流啊，较无讲真正常小块吼，所以叶啊小块 QQ 吼，所以灰鸟吼，这大概咱看到的这所在呢，有当时啊是有这款的这情形的，有当时啊就是讲伫较叶的时阵吼，伊通常是较幼叶啊这所在吼，较幼的这组织有可能的较容易去表现出来，但是咱后边又传过来这个相片内底呢。倒是看较袂出来是即款的一个即情形啦吼，所以即大概不啊，较无讲真清楚吼。当时啊，伊伫较冷的时阵吼，就讲冷的时阵又还是讲即个水分较重吼，幼崽啊，即只只又一个通常是伊的迄个长得安尼袂大，叶啊变黄会落叶吼，然后伫迄个茎的白化者吼。因为咱好比讲的这种情形呢，这多数吼，这个情形因为顶头遐在遐白白吼，
啊，这种情形应该是含这个慢瓜吼，所以你这情形，我个人的推断然后来讲啊，含含子的这个慢哥病吼，慢瓜病呢有真大的一个这个关系吼，所以啊，这个药啊吼，看起来是嘛改善安尼吼，所以尤其是较细长的时阵呢，所以这个部分是安尼吼，所以甲看起来然后就是讲。这是一个这个慢哥病吼，慢瓜一只，因为迄看迄个筋主要也就是啊，也拢会劈破吼，劈开去这款的这情形。我是为这所在来推断，因为有当时啊，这个血外情形真有可能是这个病毒，所以拄则咱先讲病毒吼，是要互你了解讲。啊，这个症状唔是啦吼，因为听到病传开，这就是电子只叫别开，但是真奇怪吼，这物件通常是伫雨水多的时阵才会掉，吼，就是讲伊水气较重、温度较悬的时阵才会掉这个慢瓜，所以这是我一直感觉无法度甲你作清，但是迄个症状表现出来作成是这个慢瓜，但是伫咱目前甲看到吼，就是讲你看传开这种情形呢。真像啦吼，真像这个慢挂病吼，但是又看不出来吼，因为伫这温度啦吼，就讲表现是这个慢挂，但是呢，伫咱的经验内底，通常伊是伫温度较悬的迄个时阵吼，五月以后，五六七八九十月以后天气反凉，就较少这种慢挂病的这个情形产生吼，所以这较麻烦吼，就讲。因为安怎讲麻烦，然后就讲伊这物件没有药可以去用，吼，就讲伊无啥物一个足好的一个药啊，吼，就讲用落啊就全好去，没有那种东西，吼，没有那种东西，吼，所以呢，这个物件来个看起来呢，就是讲咱好朋友呢可能会当小知影到，就讲这个部分也不是，吼，因为伊唯一会当去封闭的，就是啥物这个简单讲，吼，就是。有的是啊啦吼，就简单来讲吼，简单来讲呢，就是讲你会当去甲伊提一个较健康的种苗，就是讲这仔啊，咱若要买的时阵吼，你就会当小做一个这个处理又好势安尼吼，所以这伊嘛是有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吼，所以这伫只好朋友吼，小了解点吼，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伫咧吼，所以这伫只好你小了解者吼，大概是安尼吼，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吼，这也不说怎样的一个内底呢，就是讲拄着这种罕见的这个。这种慢挂病安尼吼，大概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吼，就是讲，咱尽量爱去避免吼但是呢，唯一会当去做的就是讲，找一个较健康的仔啊，过来就讲，迄块地有时啊，必须要小轮一下安尼吼，还是讲吼，小休一下吼，较过来种啊，无这通常较严重，但是。季节嘛，足重啊！是佮今年是毋是温度较悬啊？是安怎吼？无一般来讲，伫即个时阵即个要得这样的一个慢哥病，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太大的真大诶一个问题伫遮吼。所以我看起来我个人的看法吼，所以有一点点较麻烦吼。所以安怎讲麻烦吼？因为很难去断定吼，就是讲。咱一般咧断定一个病害的时阵吼，拢会看伊发病的迄个季节吼，就讲、是，比如讲像即个季节吼，即真除非温度真高吼，啊无一般来讲很难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病吼，但是咱好比用这种病个表现出来又很像吼，所以这就麻烦嘞吼，所以这是通常是安尼吼，所以这个慢挂呢，这好朋友呢就了解到吼，这大概呢是这款的这情形的嘞吼，所以可能爱小心啦吼，这种维管束的病害呢大概在目前来讲吼都没有很好的诶一个，所以主要唯一的是靠一个健康种苗啊，大概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啊。好，来时间的关系，两点钟的节目先暂时进到这。收音机边的听众，那些个疑问一样，我们明天见，拜拜。